祖母，我每日精心做好的这些草终于开花了。嗯。哎，君儿，别乱动，这是你祖母最心爱的宝贝。没关系的，你喜欢哪朵祖母折下来给你。我不要，让它长着吧。娘。爹。你这九连环怎么还没解开？我小时候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。早就解开了，我在想别的解法。你呀，别光想着玩，书背了吗？背好了，背好了。真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娘马上回来了，你挨罚不打紧，别牵连我。你挨娘骂，可不要怪我头上。我一读书就脑袋疼、屁股疼，还不是随着你这个糟老头子？我还没怪你呢，你倒是怪起我来了。小兔崽子还会顶嘴，跟谁学的？祖母，哎呦，你说他是跟谁学的？行，等着吧，等你长大娶了媳妇儿，自然有了智。娘，夫人。回家了。你快放我下来，孩子看着呢。没事没事，我不看。快放我下来。好小子，放我下来。哇，九思，下一胎我一定要生一个女儿，让她好好管管别人家的儿子。名字我都想好了。就叫景儿。行，男孩女孩我都行。下一个孩子就让他姓刘，再下一个就姓苏，再下一个就姓江，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。你啊，净胡说八道。走。